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这是第几章啦？其实第几章我也不知道，随便啦。谁敢跟？大师，请等一下，蓝教主有何事？你怎么怒气冲冲的？你被百草门坑了一把，你也会怒气冲冲？你是说之前百草门攻打东文教的事情？就是此事，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。战后统计，忽然发现百草门之害我杜文教损失不浅。正道联军，你给我点出头，也正在剪除天文教的羽翼。说得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出发吧。你们汉人兵法上不是管这个叫出其不意？有道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先带人去勘察一下情况吧。知彼知彼，百战不殆，这叫做有备无患。好，然后嘞？百草门，百草门，建立药园，培育出。哦，所以我算是第一次来百草门呢。只要一。先逛其他地方。这些山。我刚买新胭脂了，峨眉山卖草药嘞。OK，好，活动，好，进主线。卖草药了，打探消息，听说切磋不小风险，打听。哦，好，救命啊！先制止他们吧。好，打架，打架。好，这边快转吧。好，打赢了，多谢这位大侠救命之恩。他死了吗？看刚才样子，似乎想杀你，你还关心他？因为他是我兄弟。放心吧，我手下留情，没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兄弟会突然疯狂想要杀你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实际上，这些村子里很多都是这样，忽然之间发狂，想要杀掉其他人。这些人一定有些共同点，我不确定。我兄弟从百草门回来之后就发狂了。或多或少也都去过百草门，只不过发狂的时间并不相同，所以我不确定。好，小心，这里似乎有些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你没发现一个守门之人都没有吗？那不就在这，不就在那里？兄弟，麻烦通报一下，这是小宝派的大师，有事要进攻。小心，哦，要打架是不是？好，打打打，快转快转。小差一点，不，问题很严重。我们只是打败一个百草门的小弟子罢了。你没有发现这个人也发狂了，和山上村民一样吗？双目发红，神志不清。不错，拱光杰到底搞什么？你觉得是拱光杰在搞鬼吗？除他是拿那种稀奇古怪的毒药来。天文教的玄冥子天一城的毒，还有咱们的兰亭兰大教主。说的有道理。路上发狂的百草门弟子估计会很多，大家小心。好，神龙堂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算账的。搞不好是无辜的。好啦，我们这边一样快转。好，打赢了。我投降，我投降，不打了。少废话，解药在哪里？解药？什么解药？山下村民发狂之事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但他们发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来我这里治病是要交银子的。他们发狂之前都来过百草门，一定是你拿着他们做实验的。笑话，做实验？我做什么实验？那你百草门内的弟子同样发了狂，又作何解释？
你说什么？我百草门弟子也发狂？你这演戏演真假？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在我百草门放肆？装，你继续装吧。哼，我拱光姐虽然干了不少坏事，却从来不会用自己门人做实验。光口无凭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你这酒鬼懂个屁！以人为本，懂不？要是拿门人做实验，谁还和我做生意？你敢骂我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我想想，也许这不是拱孟子做出来的事，竟然对我百草门弟子下毒，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既然如此，拱孟子就和我们调查此事吧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找到下毒人之后，此人由我处置。先制服发狂弟子，调查一下吧。双目发红，神志不清。拱孟姐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问吧，老师不一定会回答。发狂之后，武功是不是变强了？老子拜草门门人，武功就是这么高强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发狂之人的症状有些眼熟，所以我想到一种毒药。老师怎么会不知道？你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没想到。不要卖光子了。天上间有种毒药，能够让人发狂后功力大增，这是玄冥子的唯我独命丸。玄冥子？那不是你百草门的盟友？所以我说拱光姐没有想到嘛，邪害之间盟友就是互相利用的。玄冥老贼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唯我独命丸人杰，事在人为，让我去拜访一下毒王教的蓝教主吧。啊，有支线哦。好，付钱付钱。还有三，好，晚点再打。先去毒龙教嘛，毒龙教。可是带来百草门覆灭的好消息，百草门快覆灭了，但却不是好消息。百草门覆灭还不是好消息？莫非你投靠天龙教？当然不是，我此番前来是希望蓝教主人不计前嫌帮拱门主一把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蓝教主稍安勿躁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天龙教对天下百姓危害太大，今日下毒控制百草门，明日这种下毒控制毒龙教，何须之有？百草门也不差，然而直到我们找到拱孟子对峙时，他才知道天龙教被控制了，才被天龙教控制。前车之鉴。哦，这剧情真是烂到不行啊！这世上最能说服人的就是事实。天哪，这种剧情。这游戏现在还有人玩吗？蓝教主，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斗嘴。玄冥老贼唯我独命王也不过如此嘛。然后他却七窍流血而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会死？我知道，一定是你们，一定是你们要趁机灭了百草门，我和你们拼了！吞下百草门秘药，功力大进。啊，又要打了！我一对一哦，我打得赢吗？啊，我应该换武学的。应该换那个独孤九剑的。这应该会打不赢哦，而且还中毒。哇，好了，快转吧。好，打赢了。拱盟主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凭什么冷静？看看你百草门如今的样子，真想灭了你们，直接动手就是，何必那么麻烦？哦。但打超久了，我换超多心法跟装备才打赢，要不然换回来啊。所以心法搭配还是很重要的啊，各位。虽然我也是乱玩啊，换回来。怀中抱月，我可以装这个、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对不起，按错，等我一下啊，换回来。
这个。好，不对，我中计了。而我毒品哪里这么好解？一定是美心研制出来的毒药。这样削弱我白角门，又理解我铁勇教的关系，一石二鸟啊！你想多了。滚！老子不信你们，早在老子面前装好人。这村民应该中了天一城的丧心病狂丸，但是似乎还中别的毒。你们知道，这玄冥制唯我毒命丸，我们刚才研制出了解药，但服下解药之人却死。双毒纠缠已经不是吃下原本的解药就能解毒的。不管怎么样，当务之急找到那丧心病狂丸的解药。百年鸟投毒引诱毒前来，这是陷阱。不错，受死吧。好，那一样，快转吧。好，等。我投降。我投降。我投降。把丧心病狂丸的解药交出来，就放你离开。哼，给你们。不行，关于这等样的解药，我想不出解毒的办法。事在人为，只要是毒，一定有解药的。这是这两种毒药混合而成的新毒。七星海棠，不错，唯有七星海棠才能解毒。这是一朵花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花，难得很。我也在书里看过，剑圣手里有一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想买来培育，结果被拒绝，看来到上门相求了。结束了吗？哎，还有。剑毒。剑之前辈，晚辈有一次相求，想要求老夫人过了，老夫为何要答应你？晚辈不敢自称天下代表天下百姓，只为胸中一腔热血。你方才要说改代表天下百姓，老夫一定一剑杀了你。前辈是答应了。少在这里给老夫卖弄你的小聪明，先说说你有何事。你要七星海棠，只需七星海棠解毒。你走吧，七星海棠乃老夫最重要之物，绝对不会给你。请前辈出剑。你要和老夫动手，晚辈愿意一试。你打不过老夫的，晚辈知道，但晚辈别无选择。明知不可为之，如此愚蠢之人，不配用剑。应该打不赢吧？万剑归宗。好，快转吧。好，终于打赢剑圣了。单打剑圣，我等了快一个月了，才打赢他。哇，天哪！你功夫不错。七星海棠就带走吧。阿父，你的七星海棠我送人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人人都好，我们回去神农堂。这么一个支线，水路安全。算了，随便。七星海棠我带回了。哎，这次我们来变个身啊！等我一下，我来变个身。变个声音啊！等一下啊！哇，你竟然把一整株七星海棠都带回来了！毕竟中毒人那么多，我还担心不够呢。一个七星海棠花。半泡酒以下就可以解毒了。
就这么简单？否则一出花能救几个人？是魏先生，先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来赶快救人吧。多谢众位相助，那不是大家，白草就幽谷魔皮绝非明智之选，希望拱门主引以为戒，勿要再误入歧途。大师兄所言甚是，我已经决定与全明子天文教划清界限。不过有个人要交给你。钟会大哥，全明子已经通知唐门了。正是如此，他控制唐门后就把唐姑娘送到我这里。大哥，求求你救救唐门吧。钟会别急，先说清楚全明子是如何控制唐门的，你哥和爹呢？ OK， 恭喜过关，百草门解读封毒肆虐弟子，百姓皆遭殃，为救人少年英雄袭人锦化解仇怨。百草门毒龙教握所言和众人齐心解封毒，只是此毒灾并不简单，阴谋诡计暗藏于中。 OK， 好，我们这一期终于这是第几章啊？17章吗？好，17章经过了快两个月还一个月啊，忘记了。好，我们终于把它解决了。好了，喜欢这集喜欢这个影片，欢迎到粉丝按着赞，你追踪最新的消息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就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讯息了。谢谢大家自己的收看，拜拜。